欢迎收看今期的江州天地。水井这个因为社会发展而逐渐被尘封的名词，在很多生活人的记忆当中也都变得越来越遥远。不过在三江镇有三口水井，仍然为当地的村民提供着源源不断的甘甜泉水，也都受到了当地村民的珍惜和保护。这三口水井最少都有200多年的历史，是名副其实的古井来的。最近我们就专门去三江探访了这几口的古井，一起看看。自古以来，水井和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人群密集的地方，水井也都更加密集。即使在自来水普及成乡的今日，水井依然没有彻底退出历史舞台。在城市，水井已经成为一道可供观赏的风景，是城市历史和文化的符号。在乡村，水井依然是人们生活的重要助手。三江镇的这几口古井，几百年来始终清泉甘冽不息，默默静守，就好像反复地向我们诉说着三江昨日的故事。81岁。三江人和里有条街叫白穗街，这里的老人普遍长寿，不少老人家到了80多岁依然耳聪目明，少有病痛，而且比实际的年龄看上去还年轻很多。这里能够成为长寿村的原因是什么呢？差不多少了，可能是由于配别回重病这个呢，我滚的水好耐，从其地下滚的水啦。一百几十年都系用咁用水，水源唔好，我咪嚟讲啊，肯定系唔长命啊！我哋话，啲村民所讲嘅水就系来自呢口仁和里大井，呢口井亦都被当地嘅村民称为长寿井。同其他嘅水井相比，仁和里大井嘅井口直径要大1/3。井水非常清亮透彻，颜色略带微紫。人高就浮起嚟啫。仁和里大井就喺白穗街嘅街口。虽然呢度嘅村民早就已经用上咗自来水，不过自来水佢哋大多数只系用嚟洗涤清洁，饮落肚嘅仲系仁和里大井嘅井水。每日清晨傍晚，井边总有攞住桶来来往往打水嘅村民，邻里之间一边打水一边倾下偈，平淡嘅生活好似又多咗几分惬意。煲茶煮饭冇红啊，近啊啲啊，最好啊！呢个井好古老噶，有蒸馏呢个井。好多人行水都想都要急用啊！有时候呢度碾碾嘅碾攰咗，然后就佢用呢度饮一下，饮一下水咯。全伯喺水井边开咗间士多，平时食住都喺呢度。每日早晨，全伯都会先打好一日用嘅水，煲一壶热水，先至正式开铺。那时候虽然一张漂白板唔啱女呢，又即系因为人啲焗喉焗喉嘅，即系啱滚井水定啱井水咧，各行一点都系用井水嘅，甚至用筛筒都系用井水。82岁嘅何伯退休之前一直喺三江从事水利工作。对三江的一河一塘一渠一井都非常熟悉，讲起来如数家珍。作为那个泥铺来说，大概就是450年历史，所以说那些银行会真的来大井的大井，它大井的一个的井入去上下大，大的一个银多某个吃它的银发来说，所以说历史铺来说至少有10万年以上的井啊！佢自己一个泥三千口，再加上连和七片，两成两三嘅泥，
都唔一個鐘都冇噶，我所以錢啲銀倒入嚟，但係剩幾錢銀入咁啊嗰張，所以講佢水質方面講唔但止好咯，佢要水鹽又揾唔到，冇水多水鹽唔得嘅啊。期限咧，井點佢只要無嘅話，點嘅話咧，佢就主要就係、是。就是佢啲水磨啊多啊，磨个好水。你唔日出嘅时候呢，佢不起得日噶，佢根本一下满噶啦。我到好少地方就揾到个张房，又有几钱银吃，赚得舒服我啊。黑伯同我哋讲，仁和里呢条街喺清朝同治七年嘅时候就已经有啦。咁当时仁和里长寿嘅人就比较多。清末嘅时候，三江一共有四个百岁牌坊。仁和里就占了两个，百几年来这里的人延续着代代长寿，村民认为是井水的缘故，所以对这口大井都非常保护。这个要围的纸面装的三箱表你看看你洗整人啊。正常的你要问这三年开始的你就发现了南山这个洗勤的了。哎这个像是三块的这个要勤的开了。清洗一次水井要成半日时间，他们三个人总是一边做事一边聊天一边讲笑，从还是后生仔那时开始，他们就负责清洗仁和里大井。转眼都三十年了，他们对这口井对这份工作再熟悉不过。人水就是等了他多六次几人在那里，不是自己人在那里你又怎样啊。就算在清洗完水井抽干井入边的水之后，不用一个钟头井水又满翻。在三江，好像仁和里大井一样，每日都热热闹闹，不断有人来打水的古井，还有大康里的斋堂井和中山里的麻泉井。过去就那个井边的等呢，有间屋，有些年轻的妇女，即是今那里条命不好啊，或者嫁老公死了啊，或者自己或者经过算命又不好命啊，哎唔出嫁啦啊，就自己冇嗰啲啦，几个银啊总之。吃債，他們所以現在叫做債行，他又以附近無爺的，是得個債行來的，是得債行，所以那些人就喊成他叫做債行井。斋堂井就是山边，周围比较空旷，少有居民，这样又效防止了生活污水通过地下排水渗水造成污染，保证了井水的水质。村民行过如果口渴就会直接捧清凉的井水来喝，因为村入边的人少，来这里拿水的多数是开着车拿着大大小小几个水桶慕名前来的村外人。咁中山里嘅呢口马泉井又会有点样嘅传说同故事呢？个井方面嚟讲，呢啲银坛就喝麻庵钱啦，啊，喝麻庵钱呢，其实系一个古诗嚟嘅咋。现在山后嗰个山就叫做麻山，讲佢啊抛得烟啊，所以讲系行嗰啲啊，要搵水庵，所以去个井俾佢庵啊，嗰只坛就呢喝麻，啊个麻就咁喝啊。啱嘅井，所以个井方面嚟讲咧，就
邻居啊比较好啲嘅啫。我早年嘅时候呢，有地质专家嚟，我又同佢嚟紧啦。佢嚟到嘅时候呢，乜都冇，手正正一铺煤嚟工啊，敲个工人水站，我撞咗佢，咁唔收气啦，咁唔啱啦佢，嘿，道歉，啊，我真唔错啊，系我本土，其实都有系过好事。你好嘅将啲跑片嘅水险长，虽然中。基本嗰几个真系个具备条件。水井本嚟并唔诗情画意，只系因为同人们生活息息相关，又代代相传，亦被赋予咗更多嘅文化同故事。既然呢几口水井对当地嘅人咁重要，咁点解喺以前嘅一段岁月入边，好多三江人会话唔饮井水，饮河水呢？唔紧要啊。三江个水位呢系崩一个山咧去，所以讲呢还系最崩一山嘅时候，你梗以为水井。但系三江本身方面嚟讲啊，又系个潮汇嚟噶，你要几多潮水游几多潮水噶。人少嘅时候呢，你井就还可以供应啊，大家吃。但系得时间一长啦，这个水势个个嚟咗，你去到好远就我又见到条河噶嘛，所以讲佢哋要用只核井水噶啦。三江的井方面来讲，哇，由三十口井，其实真正能够适用的井可能都不超过十个井。嗱，即个沉积物比较多，嗱就湖畔省的湖畔沉积物。现在那民众好多都话，个个系几万蚊，几万蚊，其实唔达到嗰井。即因为你时候唔磨水嘅时候咧，实际上好多井都灌嘅，一嚟到特别年尾啊，唉，嗰啲嘛，好多人都忙，几个人都过辛苦噶啦。抌对空嚟，攞个火水桶啊，即系个滚啲常啊，破佢窿啊，我哋即系扫地啊，啲火水桶啊，我哋滚啲滚啲咗嚟焗水。你先俾抌低焗焗高啊，你抌低焗呢度啊咋？焗好加上焗一响一抌水噶。喺冇自来水嘅年代，三江村民嘅饮水主要来自井水。一口井要担负几百甚至几千人的日常用水，经常会用到见底。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人们就只能够去河边担水饮。不饮井水，饮河水的这句话也都反映了当时人们的用水现状和内心的无奈。在几百年漫长的时光中，三江的三十口水井有些被淘汰了，有些被封存了，有些被污染了，只有这三口井仍然作为当地村民的重要生活助手，被完好地保存和保护了下来。他们默默守护在这里，静静地诉说着这里的历史和故事，陪伴着这里一代又一代村民的生活、成长和老去，也都成为这里难以磨灭的文化印记。这些古井不单止代表了一个地方的历史和文化，也都伴随着一代代当地人的生活和记忆，确实应该要好好地去保护和珍惜。不知道这期的节目有没有勾起你对以前生活的回忆呢？好了，今期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个星期同样时间再见，拜拜。烹制家常美食，感受亲情温暖，十五年品牌栏目江州天地即将温情开启妈妈的菜系列节目，以面向全城家庭征集妈妈的菜，可以是妈妈一展厨艺，可以是仔女亲自烹制，或者是制作一道妈妈的菜纪念已经离开的妈妈。在制作家常美食的同时，分享美食背后的亲情故事。参与节目的家庭，我们将现场送出古德温泉小镇温泉门票四张、龙泉度假酒店养生自助餐三位、三通五年陈皮礼盒一份、星米线食券四张，一家大细有得食有得玩了。报名方式请将菜名、主要食材和制作过程，以及和妈妈的温情故事简单写成文字，发至邮箱 xh2zhpd@126.com， 亦都可以拨打0750662219电话预约报名。